浴佛法会，啊，那么其实佛陀的生日呢，他是在农历4月8号，啊，那有差几天啊，那因为配合大家周末哈，比较方便来浴佛，所以很多的团体呢，啊，大部分都会稍微调整一下，啊，就是在农历4月初8附近的这个周休二日的时间。啊，给大家比较方便来参加啊。那其实佛陀呢，我们知道呢，他最重要的是证到所谓的这个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也就是说一切法啊是无生的，是不可得的啊。那所以实在讲起来呢，佛陀也是没有所谓的生日的啊。但是他这个没有生日呢，就是能够随缘的视线，在十方的世界呢，有因缘的时候呢，叫无生而生，无生而生，那生可是却又是无生啊，这就是佛陀的，他的一个究竟涅槃的境界，虽然我们今天来礼佛来浴佛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怎么样从浴佛的这些仪式过程里头呢，能够体会到佛陀的这个无生啊。那么无生是讲的比较高的一个一个境界啊。那讲我们比较容易可以明白了解的呢，这个无生就是所谓的清净心啊，清净心啊，清净心也就是所谓的平等心、平常心啊、无所求心啊，我们要讲我们一般比较可以了解的啊，所谓的清净心呢，就是我们的无所求的心啊，我们平等的心啊。那所以说我们呢，透过来礼佛来浴佛来听师父来讲解这个浴佛的道理呢，我们知道说这一切法它是平等的它是因缘所生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嘛没有自性所以它就是空性的，是平等的。所以面对到我们这现在这个世界呢当然现在的状况各式各样国际上的或者是疾病上的层出不穷的问题在翻滚这也是我们末法时期这个所谓业力比较强但是怎么样从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能够解脱出来呢这就必须要我们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透过礼佛透过浴佛呢来去体会佛陀的他能够在这五浊恶世里头来出世然后有这样的勇猛心有这样的精进心普及心呢最后他还是可以成就佛道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来这里参加法会呢我们要去体会佛陀他出世的佛陀他出世的本怀到底是什么佛陀为什么会出世在法华经讲得很清楚这佛陀出世是一大事因缘for one thing 就为了一件事情而出世为了哪一件事情而出世呢要开示悟入众生呢佛陀的知见佛陀知见。所以佛陀从出生乃至在菩提树下成道乃至入涅槃乃至今天我们来参加浴佛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知见也就是说他对这个世间他对这个世间到底他看到的是什么他了解到的是什么
那就是叫做他的知见嘛，啊，我们要知道佛怎么来了解，怎么知道这个世间，啊，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啊，我们今天来参加浴佛法会，啊，那形式上呢，哦，就是在哦佛陀，哎，这个小佛像前面呢，啊，给他的浇了三瓢水，啊，这是一个仪式啊，啊，但是这仪式最重要的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哦，佛陀出世了。但是他为什么出世？啊，他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够跟他一样，去了解到啊所谓的诸法实相啊，这个世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是真的是像你眼睛看到这样吗？你耳朵听到这样吗？那还是应该怎么样呢？啊，佛陀又是怎么样来看到这个世间的？啊，我们希望说啊，等一下我们透过这个。礼忏啊，拜愿啊，这些种种，我们去好好体会啊。啊，那最后今天我们这个完了之后会马上进行浴佛啊。那浴佛呢，就我先来浴啊，顺便是也算是跟大家做个示范讲解啊。啊，我浴完了，然后大家就依序排队来来浴佛啊，然后就稍微休息一下啊，那就再准备上供这样子。好，那我们就马上就直接开始了哈，请佛陀来带领哈。
叫他做天作水，其实不善。
Yeah.
78页，请翻到78页。我保证，这边看。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章到142页。玉佛在Oh,
第一个哈，也是给大家做示范一下。啊，那我们到佛前啊，问句之后呢，长跪，啊，然后三称，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然后有这个句子啊，我今灌沐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哈，在右边的话，就是在右前方有那个偈颂啊，左边在左前方啊，那个偈颂啊。然后这时候呢，就准备来浴佛哈。先右边右肩哈，这个愿断一切恶哈。其实浴佛就是浴自己的心呐 要断恶修善。然后左边。这个愿修一切善，中间后面这里啊，是度一切众生愿断恶修善度众生这样啊，然后最后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啊。然后是有准备红包的话，就最后再供养啊，供养释迦牟尼佛啊，走进去这样子。起来之后再问去，好，这样就圆满哈。那大家就依序排班哈，慢慢来没关系哈，慢慢哈。完了就休息，休息等一下，差不多10:45左右吧哈，再准备上供这样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恭送如法法师回流。阿弥陀佛，请大家浴佛。
这两个来。